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，成最令人舒服的家庭主妇，不卖惨不油腻，一月伙食费超过18000，背锅子内涵老妈子，她凭什么成为互联网干妈？今天邦邦带大家聊一聊互联网干妈王蓉。现在是早饭时间5点钟，我说限量，早上买一碗裙带菜汤，不错不错，打开看一下，哇，太好吃了。大家印象中的家庭主妇，要么是苦瓜大队式的悲惨，要么就是刘刘那样的勤俭持家。而王蓉直接打破常规，成为了第三种。在她的视频当中，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饭已经成为常态，没有卖惨，没有任何广告，她只是安安静静的做饭，有时候是炖一碗汤，有时候是做陕西特色拌面，甚至是做豆沙包。在她家的餐桌上，永远不会只有一道菜，就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早餐，她也会在有限的食材里做出一朵花来。只要是三个孩子想吃的，蓉姐都会做来吃，因为那做出来的食物种类多，且做饭过程治愈干净，也让蓉姐成为了和群姐并称的互联网妈替。顾名思义啊，就是互联网上的母亲，也让评论区成为了认亲现场，听取妈声一片，更是有不少网友坦然提不起吃葱姜的要求。面对网友的打趣，蓉姐却耐心地回复自己孩子喜欢吃。现在是早饭时间5点钟，冷水下锅，没有酒，我要放点这个霸王花去煮。哇，太脏了，这碗凉拌熬得很好哎。但除了做饭好吃，蓉姐身上最大的疑问就是家里到底多有钱。在隔壁刘刘为了节俭省伙食费时，蓉姐家平均一顿饭控制在200块，据不完全计算来说，他们家仅仅一个月用在吃饭上就要18000，还不包括水电煤气等等。家里面还有三个孩子要上学，也不禁让许多网友好奇蓉姐家的家底儿到底有多雄厚。据之前网友爆料，虽然蓉姐是家庭主妇没有收入，但她的老公却是实实在在会赚钱，每个月的收入超6位数，这个数据也是最符合大家预期的。毕竟光是他们家装修的豪华程度以及平日的饮食习惯都能看出端倪。虽然家里有钱，但他们也并没有大鱼大肉的吃，每一顿饭都是讲究营养搭配，锅里既有营养丰富的鸽子汤，也有平常的小米粥。平日里蓉姐也会分享他们的日常，她陪伴老公白手起家，两人一路扶持走到现在，还依旧十分恩爱，甚至在七夕当天还开车送蓉姐去纹眉毛。对别人纹个眉毛几千就算够贵的，而蓉姐简简单单就花了12000，这样的富贵家底很难不让人羡慕。对比别的家庭来说，虽然刘刘家富，但老公不舍得给钱花，虽然群姐对她的孩子好，但家里并不富有，比她富的没有她会做饭，比她会做饭的不一定有她富。蓉姐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生赢家，也正是因此她才会格外受到别人的嫉妒。同方向的天仪外贸家居馆，人称锅子的他，就近日在某视频中表示，老王头也开始爱上喝汤，但不知为何，好像是卡要表示自己的地位，并不像专门在家做饭的老妈子。他解释说，并非自己要早起煲汤，他和早起辛苦做饭的老妈子是有弊的。但这一拉菜行为也瞬间受到网友的嘲讽，谁在乎保姆几点起来？还有不少网友扒出他早起4-5点起来发面，更是被网友拉出来和蓉姐对比。同样是有孩子的家庭，锅子做饭拉胯还对孩子差，不说天天吵架就算了，还重男轻女，更让不少网友气愤，自己过得不好还不让别人好过。但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蓉姐都只做好自己。看完蓉姐，宝宝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家庭主妇，不靠卖惨博同情，也深受大家的喜爱。你喜欢她吗？